色，这我多年前来这儿吃过，还是这造型啊、没变。菜饭，这碗就弄就是一套，兄弟，这是一套。其实就是淡水配淡水。哎呀，生煎呢是上海最具特色的一道美食啊，来上海是肯定要吃生煎的。你看我身后这条街上，兄弟们，我的右手边就是大湖春。上海著名的生煎店啊，左手边是另一家蔡书记。我当年吃蔡书记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4块钱一两，多年前了，真好吃。不要看这个店装修很烂啊，这会儿都一点了，你看门口还在排队呢。走，我一般来上海吃生煎就直奔这一家，但现在到底什么味儿不知道，正炒着呢。你看这是菜饭吧？这应该是。生煎10块钱一两，10块了。我要一份菜饭，10块钱的生煎，牛肉汤再来一个。先是菜饭，就炒饭。好，生煎。等一下，我来了，是我买的，谢谢啊，我买的。这生煎有意思啊，煎饺和生煎，菜饭，还有这个牛肉汤，咖喱牛肉汤，这是一套。阿姨，咱这个店开多少年了？八九年。89年，比我年龄都大。80年，就一直在这个地方。就是牛汤。哦，来，先喝一口汤。哎呀，这个汤很浓哎，咖喱味很重。我们这里面叫牛肉。可以看这生煎，还是这造型，哎，没变，来上海必吃的啊。还有汤，看肉馅真的大，肉馅很大。真不错，依旧很好吃，除了价格涨了，别的还都没变。又来了4个啊，这属于这叫啥？这叫浑水生煎，他们家这个汤汁比较多。你看收口是朝下的，你发现没？清水生煎收口是朝上，不一样。菜饭啊，青菜炒炒饭，这是他们家招牌，跟你自己在家里边炒炒饭味道差不多。青菜香菇，有点肉丁，就是这。就是环境太好了啊，殿堂级的环境。上海这个城市啊，有特别高高在上、特别高级的店，也有很多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店。我喜欢这种店，烟火气。我就说要，这一顿价格真不便宜，这15，4个这10块，牛肉汤12，这还行。你们觉得贵吗？升级了。这12块钱这牛肉汤牛肉量还是可以的。你吃兰州拉面有这么多肉吗？对吧？你这来点醋不知道什么感觉啊？上海这醋啊，甜的。有醋好吃。这是就是碳水配碳水，这种体验让我想起了在武汉吃热干面的感觉，面窝配面，豆皮配烧麦。这一道吃起来很实在。点评一下蔡书记的这个生煎啊，一如既往还是很不错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说实话，就除了生煎，你比如他的什么菜饭呀、什么汤呀，马马虎虎，这一顿吃下来也不是很便宜，性价比也一般。10块钱4个生煎，3.5星吧。路过你可以来吃一下，没必要专程来。